这事儿你先别告诉柯丽了，她肯定受不了。那柯丽怎么办？孩子怎么办？要不你带孩子来广州吧，我接纳你们俩，孩子我当自己亲生的养。我走了。哎，张姐，那个。 说好我请你的，给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顿算我的啊。谢谢。不是，我是有话想跟你说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啊。你这点钱也不够，你再拿10块。 柯丽的票数最多。现在我宣布，我们这个班的班长是柯丽同学。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探讨诊断学。诊断学是研究诊断疾病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学科。 它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基础课。老师，我妹妹来了，我能出去一下吗？快去快回。张杰，你找到毛玉明了？我没找着毛玉明，是王志刚看见他了，还说毛玉明就在海城。在海城什么地方？ 那他也不知道，在海城就好，在海城就好。有什么好啊？海城那么大，怎么找啊？你还要写多少？ 知道了，阿姨，我们一会儿就来。柯丽，海城这么大，你写多少够啊？那你走吧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让你写！放手！让你写！放手！让你写！这个笨蛋，等着我！
可真好看，在哪儿买的呀？美国，美国，这多少钱呢？40呢？400。400，这么贵？400多，这么贵？这有什么呀？我爸是外交官，多贵的衣服他都能给我买。 哎，你们看什么呢？那么高兴？你敢听吗？你敢听，我就敢念。我有什么不敢听的呀？夏梅同学的衣服保守估计值400块钱人民币，在我老家呢，一头母猪能卖35块钱。通过数学计算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。 夏梅同学身上等于背着11.42875头猪，是母猪。江城，又是你，说你是农民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哎，格里，我觉得吧，他那件衣服要是穿我身上，那肯定比他好看多了。那我那小气质。 走啊走啊的，你笑什么呀？还没说你呢，从入学就知道穿这一件衣服，就不知道换换啊？怎么了？我挺好的，我天天洗呢。到这儿了，哎，好。 你帮我抱，好，辛苦了，没事。谢谢啊，谢谢。 王浩信，来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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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儿子，妈妈来信了。来，签个字。哎，又寄钱来了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这个多好。啊，2.3块。哎呦，又寄这么多。把孩子受屈吧。哎呀，受啥屈呀？ 我也没饿着他，是不是儿子？那咱大山吃的是啥？把我面糊糊。呀，心疼了。<笑>你不心疼？哎呀，我心疼有啥用啊？那小山从小就早产体质弱，那咋办呀？是不是儿子？那就用这钱，补补身子。不行，俺宁可饿死，这钱都得给小山攒着。死心眼的玩意儿。 姐，啊，张姐，啊，我是姐，哎，我问你，你还管不管柯丽了啊？三天两头往过寄钱，是吗？是吗？还是驴呢？你说他哪来这么多钱呀？他挣这钱肯定不容易，你去赶快给我调查调查，了解了解，听见没有？他寄了多少啊？反正每次都寄2-3块钱。
你说这钱哪儿来的？容易挣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姐，我刚好有事儿跟你说呢。毛玉明有女朋友了。啥？有女朋友了？哎，这个乌龟王八蛋啊！不是柯丽知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我不敢跟他说。我告诉你，张姐啊，这事儿你无论如何给我保密，听见没有？不许告诉他。你把这事儿给我咽到肚子里，听见没有？我懂。那我还找吗？柯丽一直还在找他呢。死找他干啥呀？啊，他都跟别人，还找他干什么呀？不行，得找。我告诉你，找着他，我扒他的皮，我吃他的肉。行，姐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干活去了啊，挂了。这个乌龟王八蛋，这个不是人养的玩意儿。柯丽，是不是看到我穿新衣服心动了，也想给自己织一件呀？不过我告诉你，虽然你是班长，但是在这儿你得听我的，我是市长。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睡觉，别影响别的同学。再给我十分钟吧。不行。哎，你干什么欺负人啊？谁欺负人了？总得遵守作息时间吧。你不也没睡吗？我是市长，在这儿听我的。哦，你不对也得听你的，凭什么呀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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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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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过来歇。想知道柯丽的情况吗？不想。我很喜欢你的回答。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他也考上医学院了，而且跟我同班。你说巧吗？是够巧的。我希望你跟我表妹赶快结婚，然后出国，越快越好。这得看肖林的意见。这你放心，我会跟他说的。不过，你不能把柯丽的事告诉他。这样会伤害他。好，我可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我表妹。乱七八糟的广告，看着不顺眼，撕下来了。真的？啊，骗你干嘛呀？走吧，看紧张的。还是没有消息。要我说，你干脆死了这条心吧，没准人家毛玉明还另有新欢了呢。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什么都没听说。我想跟王志刚谈谈。你跟他谈什么呀？他早就回广东了。那你有没有跟他通过信啊？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真的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那我怎么说？他毛玉明要有良心，他能不来找你啊？凭什么你死乞白赖的要去找他？反正啊，小山不能没有爸爸。没爸怎么了？
他有仨妈呢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上班了。去吧，等你吃饭。嗯。班长，别一心二用啊，又在打毛活啊。可丽，你是不是特别缺钱呀？你跟我说呀，我给你。干嘛这么下作呀？你说谁下作？哎呀，班长，你一边要读书，一边要给同学洗衣服，还要去煤厂拉活，你累不累呀？这个能装几个钱呀？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你。点钱呀，我再给你补点。这个是你的好多倍。人家没钱自己挣，怎么了？用得着你在这埋汰人吗？你给我捡起来！我不捡。刘芳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都管什么？哎，你怎么推人呢你？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竟然敢这样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告了！别去！你有什么打算啊？你问我跟毛玉敏吧。还有谁呀？他对你怎么样？好极了。打算结婚吗？结婚还有点太早，毕业以后再说吧。你就不怕他跑了吗？跑了，他对我那是百依百顺。听我的，马上结婚，然后出国。罗马尼亚那边我已经跟我爸打好招呼了，手续马上就办好。姐，你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吧？没有，我就是怕夜长梦多。嘉诚，你准备回老家吗？不回，我打算留在海城，找点工作，挣点学费。嘉尔成，去我们家当清洁工怎么样？一个星期扫三次，一次2块钱。给2000我都不去，就怕碰到你那张地主婆的脸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开个玩笑都不行啊！哎，要不你给我擦澡吧，一次我给你5毛。农民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对，我到这儿来找个朋友，可这么巧你也在这儿。我也是来找一个朋友的。哦，班长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我想利用这个假期挣点学费，所以就找了老乡揽了个活。本来说好了要一块去做的，但是他临时有事，活太大了，我怕一个人干不了，所以你是不是？我帮你，我帮你。真的？那咱们说定了啊，那不许晾我啊，我明天早上8:30在学校门口等你。好的，明天早上见。哎，好，谢谢班长。不谢，好，我先走了。
这么拖地啊？这样拖干净。你也太实在了吧，工作量会不会太大？没事儿，这跟我们当年在红旗屯比的差远了。那是啊，咱们现在一天啊能挣8毛钱。8毛？是啊，一人4毛，如果你嫌不够的话，我再给你2毛。4毛也很多了，4毛呀。真的？那我就很开心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赶快收拾好！啊，马上，马上，马上！班长，哎呀，班长，怎么回事？玻璃给扎了，都出血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亏你还是学医的，白求恩怎么死的？一旦剧烈物质进入体内，后果不堪设想了，得马上消毒。哎，快！我还得带你去消毒呢，打护身功呢，快快快！真的假的？你去当清洁工？难怪你刚才身上那么味儿啊！行行行行行。小点声，全世界都听见了。你说你要缺钱，你就跟我说呀，我刚发的工资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你花的呢。没事儿，我能挣钱。你能挣钱，看你把你自己挣的什么样了。干什么还不都能挣钱吗？再说了，你看，我5年大学，等我毕业那会儿才能当实习生，才能去挣钱。那小山都上学了，再说姐家也不是很富裕，所以能补一点是一点。那要不这样，以后每个月我出5块钱替你接个姐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看我自己。咱俩谁跟谁呀？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哎，我说，你必须得听我的啊。哎，小山也是我儿子，你要是不听话。我就把你当清洁工那事儿告诉阿姨。那你说，你现在攒了多少钱了？等一下。不是吧？一张1块的都没有。小票也是钱啊。放进去以后呀，它就会生子子孙孙，然后越生越多，越生越多，将来我们就是万元户。不不不，我们将来是100万元户，怎么样？到时候，哎，到时候，大姐、姐夫、大山、小山都接到咱们这儿来，咱们盖一栋3层楼的大房子。老大住1楼，他的腰不好。好。老二呢，就住2楼，老三住3楼。老弟，你脚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真没事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咱俩换？不换。你是我姐，你得有个姐样儿，咱俩换吧，好不好？我不换，怎么排我都是2楼。哎呀，你换不换？嗯，换不换？不换。你换不换？你换不换？班长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哦，没事没事。你的脚好点了呀？昨天多亏了你啊，你看完全好了，没事。哎，那就好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你能戴口罩？哎，你的声音。哦，你见过耗子没有？耗子。啊？上吧。
就是昨天那个剧毒吧？啊，不行不行，赶紧看医生打针。哎，别看别看，我已经看过了，也打过针了。这个都是因为啊，听女同学讲受到惩罚。那个特别疼吧？还好，就是觉得现在口腔巨大，好像可以吃掉整个天空一样。哎，张姐，今天休息，咱们去哪玩吧？行啊，你说去哪？张姐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不是说一起玩吗？哎，有时间吗？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吧。咱们两个有什么好说的？跟你说说工作上的事儿呗。谈我的工作啊？魏厂长不愿意给我转正，跟你谈有什么用？我就是想和你说说这个事儿。张杰，张杰，有你电话。魏县厂图啊，谢谢，不客气。你这会儿有事儿吗？你带我去趟药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我要去买药，我儿子病了。你儿子？啊！你结婚了？不能吧？哎，张杰，哎，小山到底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小山病了？哎呀，你别问那么多了。我去你们单位找你，门口的大爷说的。你快说到底怎么了哈？哎呀，你别着急，他就有点咳嗽，我药就买了，一会儿就给他寄过去。不用了，我去找姐。哎，比你还急啊。哎，我没打盹吧？睡了一小会儿。啊？是吗？还烧吧？这疹子还不下去呢，这都四天了，你是不是也换一换吧？换你？你能保证这眼睛一眨不眨吗？啊，那稍微一打盹儿，他脸一痒痒就得挠，一挠将来就得落大疤了。你说到时候我咋跟科里交代呀？大山呢？那屋睡觉呢。你带他出去玩会儿去，别老在屋躺着。我一会儿带他去公社开会。咋又开会呀？你说家里越有事儿，你越穷忙，他当这个副书记干啥呀？真是的，那不你让当的吗？我是你当组织啊？啊，我让你当你就当啊？真是的，我还想让你当县委书记呢，你当吗？你说，这不是不讲理吗？你，哎，干啥去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去给我压点苞米面去，中午还蒸窝头呢，听见没有？等我开会回来给你磨。哎，我等你开会得啥时候啊？啊，妈姐，孩子都出诊了，怎么还见风啊？他爸带着老大去公社开会去了，就是等你下播呢。谢谢你啊，帮我抱一会儿。什么破表不早啊？新的红牌的。行，我给你休息。行。我的嫂子，背着别人的孩子，硬说是自己生的，哎，这真不要脸。你说啥呢？没说什么，这说你一年生两个大胖小子。哎呀，那我也没有你老婆能生啊，一窝能下十个。那再怎么生，他也是自己啊。刘三儿，你刚才说那话啥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老二不是我儿子？说什么自己清楚、啊。你说啥？你放下，你放下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再怎么样，你自己清楚。咋？你这是咋了？你这是？起来。你上午那么一说啊，我还真以为你有孩子了。不过，你们这三姐妹。真够人羡慕的。我们是誓言，是约定，是不变的承诺。哦，那具体内容呢？具体内容如下：一，我们三个永远都是亲姐妹；二，我们三个当中，不管谁生了孩子，另外两个都要把他当亲生的一样，是必须当亲生的；三，以后我们每添加一口人。
就要去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，添一口照一张，添一口照一张，直到我们变成老太太。四，我和柯丽以后要把老大接到海城来，我们要一起慢慢变老。不过，也有可能我们都会去北京，到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在北京上大学，我们在北京慢慢变老，也有可能啊。你们想的太美了吧？能做到吗？当然能。好，那我看看你们到底能不能。你看看。哎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怎么没关系了？怎么跟你有关系？咱俩好了不就有关系了吗？谁说要跟你好了？你不想和我好啊？珊珊，可丽，你咋回来了？你为什么不告？你为啥要瞒着我啊？小山出疹子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瞒着我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可丽啊，小山疹子快好了，你姐是怕耽误你学习，所以就没告诉你。怕耽误学习就不告诉我？我上学为了啥？还不都是为了孩子？万一他有什么事儿，我上这学干啥呢？你是咋当娘的？可丽啊，就别埋怨你姐了。你姐啊，生了小山四天四夜，累得都晕倒了。晒着孩子干啥？这医学上讲，小孩子多晒太阳好，帮助钙的吸收，还有啊消毒。不管你们医学上咋说，俺们农村人就知道，你要晒黑了就不像城里人了，就回不到城里头去了。黑点怕啥呢？健康就行了。不管健不健康，反正不能让他黑。哎，你啥时候回去？哎呀，你哄我走啊？我可不走。你不上学了啊？不养活他了？哎呀，你再让我待三天吧。不行。两天？一天？就今天下午吃饭。哎呀，走了！哎呀，我爱北京天呐，天门上太阳升，噔噔噔噔。江二成同学，哎，班长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对。哎，你怎么满头大汗啊？哦，我把这栋楼整个都打扫干净了。整栋楼都打扫完了？我来的早嘛。哎呦，这才几点呀？哎，你等等啊。这个是我们七天的工资，一共是2.8块，我没零钱，就3块了。哎，不行，这三天我没来。我一共来了4天，4次1.6块。哎，这个活是我们两个人包的，这个叫做有福同享。那不行，我不能够剥夺你的劳动果实。班长，我觉得你这几天啊都没离开过。
那钱拿着啊，我先去忙了啊。那个。我想退学。好不容易考上了，退什么学呀？我不喜欢整天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。我是真是没有什么特别能让我高兴的事儿，才会这样。玉明，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。没有。真的吗？我可听说你有个女朋友。听谁说的呀？这不胡说八道吗？我跟你开玩笑的，看把你紧张的。小林，嗯，说真的，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很想跟你结婚。可是你上了大学，这就不可能了。谁说不可能呢？我可以退学呀，咱们先出国，再上学。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啊，那你父母能同意吗？你没看出我妈很喜欢你啊？啊，再说了，表姐会帮我们的。嗯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嗯，走。干嘛去啊？走，玩去。哎哎，我不会游泳哎。欢迎光临三号餐厅。这暑假过得真快，我这跟儿子还没待够呢，就又开学了。你干嘛了？什么都没干。这个颜色挺艳的。嗯，挺好，挺好，挺适合你的。班长，真的，挺好看的。我觉得这件衣服特别适合你，你试一下吧。这我不试，我不试。哎呀，你就试一下吧。班长，我必须得给你提一个意见。我承认你很漂亮，可是你的精神面貌也太差了吧？我们是谁呀？我们可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大学生，怎么能没有精气神呢？来，哎，试一下，你先照一下，怎么样？嗯，还行，挺漂亮的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件事情呢，跟大家宣布一下。明天在我家有一个宴会，一呢，是为了欢迎我爸从国外回来；二是，我表妹和她男朋友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参加，并且要盛装出席。我不去，我没时间。哎呀，班长，你就穿它吧，我觉得这件挺好的。我没时间，明天，我真的没时间，真的真的。我天呀，108呢，好贵呀。没关系，我送给你了。好，除非你给咱班女同学每人送一条裙子。这有什么呀？随便挑吧。真的？那我们可不客气了啊！不客气了。哎哎，不是，我随便说说，我随便说的，你们干。哎，你们好，欢迎欢迎，请便。你好。啊，你们好。好。哎，我亲爱的女儿。爸爸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马丁，这个是 Jenny， 这是我爸爸。欢迎欢迎。嗨，克利，爸爸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爸爸。你好，叔叔。你好。这个呢是我的同学，叫柯丽，她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女生。欢迎光临，一会儿请你跳个舞可以吗？我不会跳。哎呀，聪明人一学就会了，我找个人教你吧。马丁，来拿一下，请我的同学跳个舞吧。啊，好的。去吧。
你们俩玩一会儿吧，我去拿点吃的。姐，你不是有什事吧？原来这都是你安排好的。跳得很好啊，姐，我们走了。这就走啊？还没玩尽兴呢，再待一会儿吧。什么时候结婚？三天后。